跟住落嚟嘅兩位導師咧，原來係合一導師 Dino 同埋阿 Mon 喎。咁我哋咧請阿 Mon 話俾我哋聽，到底合一係合一乜嘢咧？請你講解一下。好啊。其實合一咧係講緊咧係我哋內外嘅合一。咁其實咧就係、是、我就已經1997年開始上一啲叫成長課程㗎啦。咁以前都唔知咩叫合一喎、哦。不過去到一路上到一個幾耐嘅時間，咁跟住見到有個 chart 板寫住天人合一，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我就有個好奇啦。咁跟住最後聽到，哦，原來有個合一嘅喎，真係原來呢個合一咧就喺印度嘅。咁跟住就乜都唔知道，咁就去咗印度啦。咁原來去到印度咧，先發現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威力啦，非常之震撼嘅一個地方。佢好高靈性嘅，咁讓我咧能夠見到我嘅內在啦、外在啦，咁一個好大嘅整合啊！甚至乎佢讓我體驗到原來我裏邊嘅恐懼係會大到咧係。一個動作，當下有一些奇蹟的發生，讓我體驗到什麼叫做恐懼，什麼叫頭腦。那這個是我從來讀這麼多心靈課程呢都未有一個這麼好像奇蹟一般的體驗的。那從此之後呢，我就非常愛上合一了，因為它既簡單又輕鬆，那讓我是很容易接受到我的不同面向的我咯。那是更加之認識到自己啦，同埋清楚到自己，亦都係因為咁樣得到好大嘅自由同埋快樂咯。非常之好啊 ，Mon。咁樣咧，而家咧就所以直情咧就成為咗合一嘅導師喎，係咪啊？嚟緊係幾時會開班嗎？其實我哋不斷都有開嘅，我哋叫做合一覺醒課，咁定期每個月都開嘅，咁嚟緊最快咧就應該係8月1號、2號，咁我會同 Dino 啦、同 Corina 啦、咁我啦三個人一起開一班合一覺醒課嘅。好多謝 Mon。咁我知道咧 ，Dino 你好似咧除咗教合一課程之外咧，仲有其他課程嘅噃，係咪咧？我都聽過下喎，不如由你自己講俾大家聽，到底有幾特別呢？源於我都是跟阿 Mon 一樣啦，讀了十幾年的靈性課噶啦，咁偶然就跟阿 Mon 又一起去合一大學讀呢個實修，即係修練啦，係咪？好啦，之後咧我就咧開始咧，因為我十幾廿年的靈修啊，咁咧我就好練習呢個宇宙落訂單同埋心想事成嘅東西嘅，咁咧配合埋咧呢個合一大學所教嘅教導咧。整合埋我自己以往過往嘅嘢咧，咁咧我而家咧就開咗個咧叫做咧心想事成工作坊。咁呢個心想事成工作坊咧，市面上咧當然咧有好多嘅唔同心想事成工作坊，有書啊，有一啲講解啊、會議啊，點樣都好。但係咧，我發覺咧有啲地方咧係未完結，未喺我嚟講啊，我嘅體驗嚟講啊，好似有啲嘢漏咗，講唔到。所以咧，可能係坊間喺出邊咧睇咗啲書啊，或者係。某啲講座佢未必做得到，咁咧就源於我係唔係咩大師級，源於咧我係去練習去修練，喺呢個心想事成裏邊咧修練，咁咧當中裏邊咧我好多體驗，咁咧我亦都咧試過好多無數嘅一啲喺生命上面咧嘅一啲真係心想事成嘅東西，甚至乎我頭腦咧以為我哋自己會做唔到噶嘛，嗰啲東西咧一咧都實現，最近咧就買埋一個。70,000呎的農莊都是搞新心靈的東西，在自己的意識裏面是沒辦法會自己會做得到啊，自己會買得到啊這樣的，當然啦，我們這些落完order之後，我們仍然要努力的，仍然要實修的。多謝 Dino 啊，心想事成呢真的很吸引喎，不行喎，你真的要告訴我們聽呢，到底你說剛才你說的 point 啊，外面忘記了的那個 point 是什麼，給少少 tips 我們行不行？OK， 起碼有五大個範疇，我哋要注意嘅。咁第一個範疇咧就係話，我哋無意識嘅範疇，無意識嘅範疇咧包括咧業力啊、祖先嘅範疇，包括咧我哋咧一啲係好底層嘅一啲固有信念忘記咗嘅一啲嘅範疇。咁呢個咧就係叫做無意識嘅範疇。咁另一個範疇咧就係我哋個心。我哋個心咧，成日都係一個即係好負面嘅狀態啊，好唔開心嘅狀態啊，咁我哋個心咧，個關於情緒上面嘅範疇，
要消融。咁另一面咧就係咧，我哋身體裏邊咧，我哋嘅能量體嘅範疇，因為我哋身體咧，我哋一般人我哋唔發覺我哋咧身體裏邊有能量體噶嘛，係咪？咁啊透過修練咧，我發覺啊，原來我身體裏邊有啲能量體。當我哋呢能量體咧去練習嘅時候咧，我哋又知道，誒原來我哋真係有呢樣嘢啦，就好似一個天線咁樣樣接收到宇宙嘅信息啦，咁樣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當然啦，你要係有一個正確嘅落訂單，即係落訂單有好多種噶嘛，係咪？即係好似每間餐廳咁樣，每一間餐廳佢落訂單都唔同嘅，唔一樣嘅。邊一張最清楚、最明白咧？咁樣咁當然啦，就係我個唔係未必啱所有人，但係咧對於我嚟講咧，我係整理再整理再整理好多次之後咧，咁我就濃縮咗個版本咯。我聽你講咧，淨係嗰五大範疇咧，其實好深嘅喎。裏邊嘅淨係潛意識咧，已經係一樣，即係聽就聽得多啦。點樣去處理咧？咁你嘅課程要上幾耐㗎？唔會上一年半載係嘛？嗱，我個課咧就係、是、上兩天。好啦，上完兩天之後咧，你會發覺啊，自己明白好多東西啦。你會真係會覺得好明白，但係咧能唔能夠真係心想事成到咧，係有人得，但係好多人都唔得。老實講。得嘅話，佢只不過佢又勤力練習 ，OK。唔得嘅話，大多數人咧，即係話你去考嗰、那個考完個筆試啊，揸車啊，考完個筆試，你唔識揸車噶嘛？簡單嚟講，所以咧，我哋設計一個揸車課程，要四個半月嘅，就係、是、我同阿 Mon 同埋另外一個阿 Corina。咁咧，我哋咧三個人咧帶領咧就廿一個課係夜晚上嘅課嚟嘅。咁咧連續係四個幾月高度訓練。咁咧成為一個咧非常之好嘅駕駛者。哇！咁係咪喺你嘅70,000尺嘅農莊嗰度上先？嗱，即將會，因為咧我仲要一段時間興建啊，咁啊冇咁快。咁我哋個課程咧即將嚟講就係、是、6月20號、21號啦，就我個覺醒課啦，心想事成工作坊啦。另外我7月11、12都係。跟住、那個。就踏入我哋嗰個心想事成之路，就係8月7號開放。8月7號開放嘅心想事成之路，四個半月嘅嚇。即係係一個一系列嚟嘅喎，係嘛？咁如果有當中有啲 miss 咗，即係最後嘅嗰個所謂即係 follow up， 係咪叫我叫佢做 follow up 啦？八月嗰個課程嘅時候，係咪可以再喺第二啲時間再上翻咁樣樣？冇咁嘅安排都有嗬。有嘅有嘅，可以補課嘅。好。同埋三個課咧，其實係獨立嘅，你可以即係唔係一定要跟住上嘅，獨立。好多謝你。咁咧喺我知道你哋有學員嘅分享啦，係嘛？但係咧學員分享之前咧，話俾我哋聽啦，你哋今日咧嚟到咧支持啦，亦都參加613星咧創富嘉年華咧，其實你覺得對你哋有啲咩嘢幫助？對於你哋嘅推廣啊，各個方面。哇，非常之好啊！我都冇諗過咧，有咁多朋友咧係會真係咁踴躍㗎。跟住我哋都派咗好多傳單，亦即場已經報咗幾個名啊，又買咗好多靈性嘅書籍啊，咁樣咯。咁我覺得都真係好好㗎。頭先 Dino 去分享嘅時候，咁好多朋友咧，哇，都好認真去聽啊。跟住亦都係透過呢機會咧，讓我哋合一咧，可以咧即係更加即係確立到嘅形象啦，咁樣咯。我又感覺到咧就係、是。即係開心啦，當然係咪？同埋咧，真係好多咧志同道合嘅人咧一齊，無論佢邊個係關於身心靈嘅唔同嘅範疇都好，咁咧將呢個身心靈咧真係有機會咧讓我哋推廣咧，因為咧我哋透過身心靈咧幫助我哋好大嘛，我哋都想將呢樣嘢推廣出去，令到大家更多嘅人開心快樂。當一個人開心嘅時候，呢個世界就冇煩惱啦。精神啊！你哋咁樣咧喺一樣啦，學員分享之前啦，兩位都既然係咁好嘅導師咧，有啲乜嘢嘅信息喺你哋自己嘅咁多年嘅修練裏邊咧？有各自一個信息俾我哋嘅觀眾。一個咩話 ？Sorry。信息啊？哦，就係、是、其實輕鬆簡單咁，其實。只要你信，其實啲嘢都會發生嘅，因為一念之間就會發生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嘅。你想好嘅發生就好嘅，你想壞嘅發生就係壞嘅啦。所以心想事成就係咁噶啦。我就因為咧，好多人咧就係、是、對身心靈止步啊、卻步咧，其中有一個原因咧就話害怕睇到自己一啲
唔好嘅東西，或者更深層次嘅東西。咁咧，我就忠告各位，其實生命咧嚟咧係精彩嘅、好玩嘅、開心嘅，俾自己去發現，讓呢個咧成為一個咧好似一個玩意啊，好似一個好奇咁睇自己，唔需要有太大嘅壓力啊。咁咧就大家就會好開心啦。喺呢方面咧，開心得嚟咧又可以成長啊，唔需要太過沉重。非常之好，好多謝兩位。咁咧，最後咯，我哋就請你哋嘅學員嘅分享，係咪啊？係邊一位啊 ？Happy，Happy， 呢個名真係，呢個名真係一聽到都真係有反應，就好開心喎。Happy， 請你分享。好啊，我認識阿 Dino 好多年，我哋關係好複雜。第一是同學，我跟他一起去合一大學，跟住咧我又訪問過他，我都是一個節目主持人嚟噶，喺 Hong Kong Feel 個叫感恩天地，我訪問了他，咁但係佢又是我老師，我上咗去心想事成堂噶，咁佢一個好有心、好慈悲、好有力量，同埋佢係實修嘅，佢真係成世都喺度修行修練，佢唔係咩偉大嘅演講家。不會吹虛，佢好謙虛，佢亦都唔係話好多張相 show 出嚟十幾張，我係咩咩博士，唔係，但係佢嗰啲實料咧，真材實料到不得了，即係佢講嘅嘢咧就真係發生，佢諗嘅嘢都會發生，就因為佢裡面好清，個人好慈悲，好無私，我好佩服佢就係有笪地係俾全香港嘅人去修行，天咧收到佢呢個咁嘅嘢咧就會即係祝福佢啦，所以我哋係全部都係同個天做嘢。他只有咁嘅能力，佢絕對有咁嘅能力，有咁嘅能力令到你心想事成。因為我上去嘅堂，我好 happy 嚇，我以前係抑鬱嘅，咁我而家見到佢之後咧，我哋好溝通好好嘅，因為我哋個能量相同，我哋合一人全部上曬啲堂咧，覺醒咗之後，生命不再一樣。同埋你識到阿 Dino 上埋去心想事成，更加唔一樣。你諗嘅嘢就發生，係真係咁快。只要你唔好諗衰嘢，你諗啲好嘅嘢，唔好為自己。是為大眾，是真的，我不講大話的，我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來的。我就呼籲各位同學，但是呢要實修的，不是上完就算的，因為上完他教你的方法很系統的，他不會是很即是這裡東一忽西一忽，他是很有系統 step by step， 他教埋你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祈禱跟個神連結，因為我們自己力量有限，不可以說你想什麼就什麼，這個是假的，但是你要天幫你呢，你搞好自己，但你要放低個後果，你要做嘢，但你將個天俾你嘅能力呢就交返俾佢，唔可以勉強，唔可以強求，但個天會信任你，同埋你要信任自己同埋信任個天，因為個天都係想幫我哋，個天係完美，我哋只要同佢頻道，大家都 FM 台就得㗎啦，所以你係做好事，講好說話，存好心 ，OK， 快啲嚟報名。2015星呢网课程博览展，我哋11月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见啦！